日式烧豚九十，是一顿广东打工人都能吃得起的顶级烧烤。日本星厨庆子小姐每天严选农家黑豚的十数个刁钻部位，快刀分割成块，而串肉的功夫至少得学五年。烧红牛角被长炭即可烧烤，先上场的是新鲜的猪直肠和猪心，祭出家族老店的百年秘汁，浸泡吸收，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，秘汁的鲜美醇厚中和了猪心猪肠的肥鱼，绝了！黄沙猪肝是老广最爱，后切至烤至八成熟，口感最为鲜嫩，淋上特调的京葱麻油，那是一个滋味无穷。猪脑蛋白质丰富，扫上一层鲜美的日式酱油，放一小块黄油，用余温融化，一口下去香浓爆浆。极为珍贵的猪生蛋，一只猪只能做一串，略加细盐炙烤，那是最原始的爽脆鲜甜。猪面肉与猪翅身等肉类则是加入黑椒慢烧，肉干微腥，必须再来一串，最后来上一盘古早传统的关东煮。这个可美味哟，更是人间绝绝子。